来，看看，尝一尝，面包烤好了。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，来自日本富山市。今天我们用戚风模具来做吐司面包，但是这个做法呢，我们不揉面，不用揉手套膜，做出来的面包一样柔软拉丝，吃到嘴里像棉花一样软，特别省时省力。整个操作过程呢分五步，非常适合在家工作的人，只要你合理安排时间，既能不耽误工作，又能做出可口的面包，工作生活两不误。下面我们来分步操作。高筋面粉400克，4克酵母，40克糖，2个鸡蛋，250毫升牛奶，15毫升植物油，
至璞玉落玉闹，残身见岩向青灯。尝一尝，面包烤好了，你看，看看，你看，哎，你软是软的，啊，很软吧？看。外边焦脆焦脆的，里面溜软溜软的，来尝一尝哈，哇！你看这个丝，你看，嗯，吃到嘴里的瞬间，你想到的就是棉花，嗯。真软，软花棉花吃下去的，你瞬间，我还咽的那瞬间呢，又有一点劲道，这是小麦粉的必，小麦粉的美妙之处。嗯，真好，牛奶的香味儿，小麦的香味儿，哎，融合在一起，简直是太完美了。微煮啊。这个面包啊，没有揉面，发酵好了以后一整形放里边烤25分钟，完事儿。哎，太棒了，真棒，太 OK 了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太热了，热死我了。